大哥，老大回来了，我就说嘛，我就得用这一招，否则你们谁管我的死活呀？四美也回来了，这么巧啊！你今天不是误车了吗？没有啊，大哥，你不是说四美误车，今天不回来了吗？ 老天有眼呐，让我的孩子们都回来了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开个家庭会议。你们也是被无意叫回来的？嗯。啊，搞这么大动静，就是为了开个家庭会议？我不让你们都回来啊！ 我呢，我最近这条腿呀，都要跑断了。我想问问厂子，我那个工龄怎么算？可厂子没得了，啊，那个厂长也搬家了，那个鬼影子也找不到半个，就把我这么撂下了。你就直接说你的心理价位吧。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说个数。 乔一成啊，你晓得我为什么不愿意听你讲话吧？你这个人讲话从来不让人讨喜，什么叫要多少钱？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是要饭的呀，我是你们的老爹爹。两千。 多少？2000。哎呀，乔经理啊，我能问一下你这个2000是怎么算的吗？你嘛，你的工资高，谁都晓得的。老二差点，可他老张家的条件不差。三立工资没得多少，可王一定能挣钱。 四美那个饭店是五星级，他又刚提了职，条件应该也不差的。你们每个人每个月贴我4-500，总可以吧？我呢，每个月总得有2000左右，才过得了日子来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社会主义没对不起你，你的儿女更没对不起你。 你工作是怎么丢的？你为什么拿不到退休的工资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那你讲，多少啊？你总得给我回个数吧。二强、三立、四美，一个月给你200，我给你300，一共900。9。乔一成。 你资本主义没得这么砍杀价，要就要，不要就算了。四美啊，你那个气缸盖现在住在哪儿啊？ 还没想好。不用想了。我看这个小伙子人不错的，啊，他不是讲退伍回来要跟你结婚吗？啊，你要领了证就让他住过来，我也不多要。一个月200，不多吧？那就定了啊。1000一就1100吧。哎。 小祖，你想让谁搬进来住，那是你的权利，我不管，我也不想管。以后每个月的钱都会按时给你，一分都不会少，这一点我替他们几个保证。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拿了这些钱，
还去赌博，输没了，我们可不给第二回。谁要是偷偷帮他还了这些赌债，那以后你的生活费就全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。散了吧，跟我一块去。